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方广佛华严经》摄注品第十五第五段摄分。第一段，初发心住啊，发心住这个第一段的经文，我们学到啊第九句啊，或见众生受诸疾苦。我们今天看下面第十句啊，或闻如来广大佛法，发菩提心求一切智啊。幕后这一句，清凉大师在注疏里面为我们特别说出这一句，是包括释迦牟尼佛的全部的法蕴啊，说为佛功德了一间法灭啊，一间法灭，或传或护啊。传法的人，护法的人，应同悲智种性之因啊，看到这个现象啊，有悲智种性，自然呢，身心法愿，就是下面这两句啊，发菩提心，求一切法，无论是护法，是弘法。首先呢，要知道机缘啊，佛法讲的契机契理啊，所以众生的这个根基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一切众生他需要什么？那在这个时代呢，就特别在经教里面呢讲这个法门啊。那么先前这个时代，祖师大德已经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印光大师在七十年前就说过，这个是社会伦理道德大家已经不重视了，行善的人呢少了，作恶的人呢逐渐逐渐多了，正法没有人相信啊，一般人相信科学了，
伦理道德也没有办法维系社会秩序了。所以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因果教育，这就是把当前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的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很可惜，祖师尽了一生的心血，一生的精力，全心全力投注在因果教育。我们可以从他老人家一生的行医当中看出来，这个出家人持戒念佛，那么有人传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这个事情我们不必在意，但是看到老法师一生的形象确实很像大势至菩萨。戒律清净，一生守住本分，老实念佛了。闭关的时间很长，早年在普陀山闭关二三十年了，晚年在苏州灵岩山寺苏州这个官房我去拜访过，这个是末法时期出家修行一个好榜样他老人家真的是慈悲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四众同修对他的供养单单指财，这个财物钱财，他老人家一分钱都没用，全部用来印经布施数量大概也相当可观，所以他在苏州报国寺里面就建了一个弘化社，就是佛经流通处，自己有印刷厂，那个时候是签字排版印出来的书可以说是近代的善本这个善本的标准，他印刷的字清楚，纸张好，装订好让人看到能生欢喜心，最重要的这里面很少错字，就是校对非常精确这个就是好版本的除了印经论，一切对社会上劝善的这些书也印了不少
啊，所以有道家的，有儒家的，啊，他统统都印了，而印的数量最多的是《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算是儒家的，《感应篇汇编》呢是道家的，《安史全书》这个周安世先生呢，啊，也是居士了，他是学佛的，但是对于儒与道啊，都有很深的造诣。啊，所以他自己编的这部书呢，里面一共有四种。啊，第一种是文昌帝君胤祉文。啊，他注解的方式与感应篇汇编呢相同。分量也好的很多。完全是讲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果啊，恶有恶报啊。第二部分呢，万善先知，这是劝人戒杀放生。第三部分，遇害回匡，劝人戒除邪淫。幕后的一段。是西归之旨，啊，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这一部书印光大师非常赞叹，他说在近代一百年来这些出版这个善书的这一本书算是第一，这三本书不是佛教经典，印祖居然在那个时代，啊，流通将近300万册，这是令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啊，他是我们佛门一代祖师，但是对佛经的流通啊，没有这么大的数量，啊，我在年轻时候看到这种情形很疑惑，啊，他老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可是看到今天这个社会了，完全明白了，啊，他这个做法真正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了，真的就像周安世居士所说的，他说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这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那么现在世界是整个世界是大乱了，那怎样挽救呢？周安世居士的意思就是要提倡因果教育，人人真懂得因果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自然然呢，他就会收敛。啊，比佛教教育有效，啊，佛教是劝人行善，比儒的教育有效，儒也是劝人修善，人家不相信啊。如果要知道啊，造恶会有恶报，他就害怕了，啊，不敢做了。啊，所以在今天我们对于现前的社会是极力在提倡
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宗教教育。啊，如果这个世界上，啊，各个不同的宗教，我们大家一起来提倡，我相信对社会的安定和平一定有很大的贡献。啊，所以因果教育啊，值得重视。那么护法护佛怎么护法？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他是19岁离开家庭外出参学12年，到30岁他开悟了。啊，开悟之后全心全力从事于教学。我们要是细心观察释迦牟尼佛一生，他是个什么人呢？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他是职业教师，一生教学，没有一天空过啊，而且是义务教学，不收学费的。啊，跟孔子那个方式差不多。有教无类呀，这个心量都光大了。啊，不问你是哪一国的人，也不问你是什么种族，啊，什么样的文化，只要你肯来学，他就认真教你。我们在经书里面看到，长随弟子1255人，是长随众啊。啊，短期来求学的，啊，来来去去的那个人可就多了。啊，所以经典里面我们看到，啊，有些这些法会，啊，听众啊10000多人，啊，可见的师尊当年在世教学的规模很大了，啊，他老人家79岁圆寂的，教了49年。在全世界所有宗教这个创始人，哪一个不是讲经教学啊？个个都是啊。那用我们现在人的话来说呢，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所以我们要重新呢认识释迦牟尼佛。啊，一生没有建学校，没有建道场。啊，他教学的场所多半都是在野外。啊，树林里面。啊，过的是苦行僧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吃饭是每天出去徒步。啊，我们看到是很辛苦，但是我们学佛之后，能体会到佛的生活是非常快乐。啊，心地清净，没有牵挂了，没有忧虑啊，
身心清净啊，一心向道，倒是学问啊。所以我们今天看佛的经典内容是什么啊？大分我们把它分为五类。第一个是伦理，第二个是道德，第三是因果，第四是哲学，第五是科学。每一个科目都讲到究竟圆满，都讲到登峰造极，太难得了啊！可是今天我们佛门无论在家出家了，没有高人啊，没有人能把佛经讲得透彻吧，让人生欢喜心啊，让听众听了之后欲罢不能，没有这种老师啊。那么再加上社会大众对佛教产生很严重的误会，认为是宗教，认为是迷信啊，所以知识分子不愿意接触啊。我自己就是明显的例子，我在年轻时不愿意接触佛教，迷信啊。那么我总算是非常的幸运啊，年轻时候喜欢哲学啊，跟方东美先生学习啊。方老师是当代的哲学家啊，他老人家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呢跟我讲佛经哲学。我那个时候非常讶异，是佛教是迷信是宗教，而且是多神教。多神教的意思就是低级宗教，那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唯一的真神啊，低级宗教什么都拜啊。我说他怎么会有哲学呢啊？方老师告诉我，他说你年轻你不知道。他说他给我介绍是这么说的，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这样介绍给我。他说佛经哲学啊，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后头又说了一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就这样被他摄受过来了啊，引导我认识佛法了啊。他还郑重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佛教哲学不在寺院，在经典里面。这个知识很好，我就不会迷失方向了。从此之后我就逛寺庙啊，逛寺庙目的何在呢？看看这个寺庙有没有藏经啊，有没有经书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佛教的经书非常缺乏啊，市面书店里都买不到啊，就只有到寺庙里面去借来看啊，借经书啊，重要的经论呢，那么自己就用笔记来抄写啊。我是这样入门的
啊，以后我出家了，我再去看他，他看到我啊，你真干了，我说是，是真干了。啊，老师指这个指我这个方向正确，我非常感激。啊，为什么真干呢？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句话多中听呐、啊，多么吸引人呐、啊！啊，所以我决定学，这一生确实。我是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一生呢，感谢老师，怀念老师啊，所以护佛就是教学啊。中国人讲孝道啊，什么叫孝啊？能继承祖宗的家业的，这是孝子啊。啊，那么我们发心继承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啊，让这个教学不至于中断，世世代代是祖祖相传了啊，不能说传到我这里就断了啊，我接受过来了啊，那我还得找人呢，传到底下一代呀。啊，我这个传人不好找，可遇不可求啊！啊，为什么呢？他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佛讲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持戒，啊，以戒为师；第二个是吃苦，能持戒。能吃苦，这第一个条件他具足了啊！真有这个条件，我相信其他的那些缘分呢，佛菩萨会加持啊，会让你遇到啊。那么其他的这个条件。你要遇到正法啊，你要能遇到真正的佛法，要遇到好老师，要遇到同学，那么你才能有成就啊。所以真具备持戒吃苦，佛菩萨会加持你。所以我也在那个时候啊，遇到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劝导我，要我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这个指示非常鲜明。那么护法，法是经典。在台湾呢，做得相当不错了。啊，我们大藏经的流通接近一万套了，这是护法。第三呢，护僧、护僧是要培养弘护人才。啊。培养接班人呐、啊，啊，弘法的人才，护法的人才，正法了才能久住在这个世界。啊，这叫合传合护啊。那么现前这个时代，我们晓得了。一定要把因果教育摆在第一啊，深信因果，特别是最近的因果报应的这些例子
这些案例，大家了亲眼看见，亲耳所闻，啊，电视报道了，报纸杂志上报道了，你看到不能不信呐。啊，那么第二个，现在的科学也非常难得，科学也把这一桩事情证明了。啊，证明什么呢？证明了啊，善有善果啊，恶有恶报。啊，让我们这个信心呢，自自然然就能够啊生起来。如果看到佛法要消灭了，那我们弘护的心呢？就更迫切了。啊，我们既然依佛为师，依法为师，啊，依三宝为师，啊，在这个阶段当中，应当全心全力来报恩呐，啊，护持。怎么护持法呢？一定从自己本身做起。啊，我首先要依教奉行。啊，依教奉行好啊，你现前就能得到啊殊胜的利益。啊，方东美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你得到了，身心健康。啊，烦恼轻。智慧长啊，你的事业就很顺利啊，你对社会大众、对国家、对整个世界都做出了正面的贡献，这是佛家讲的无量功德了啊，所以一切都要从自己做起。我们现在看清凉大师这个书里面呢，幕后这一句说：“此之摄缘，于贤首品所引于切四缘，但开合之一耳。”啊，这个四缘下面讲了，为前六，就是第一句到第六句，啊。第六就是合见神足，啊，这个六句是见佛缘。那那么次二就是第七、第八，这是闻法缘。啊，第九呢是见生受苦缘，看到众生受苦。这个都是初发菩提心啊，最后呢即见法灭，你看到佛法了，这么好的东西没有人承传，快要断绝了，你能不起来吗？你能不发心吗？啊，幕后即前身后啊，为证菩提方成前四，这是借钱。求一切智，这是身后。啊，缘难得法而发心呐。佛在经上常讲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啊，那么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人生难得。我们得到了佛法难闻呢，我们也闻到了，这个机缘是真不容易啊！闻了的时候外缘没有问题了，那现在要内缘，内缘什么呢？的善根福德啊，
你看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的条件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因缘不缺乏啊，具足啊，问题的善根。什么是善根呢？善根就是你接触之后听到之后能信能解啊，对这个法门呢不怀疑啊，读诵经教啊，听闻讲解能听得懂啊，这是属于善根。那福德是什么呢？福德是真干啊，那就有福了啊，听了之后啊，依教奉行，这个人就有福了。这个人真正就是佛子啊，啊，肩负起续佛慧命，啊，正法久住的重担，他担负起来了啊，人要发这种愿，而且以行动去兑现，一定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这一定的道理。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再看下面第二段，证明圆净法性。我们把经文念一遍，这里头也有十句。此菩萨啊，此菩萨就是初法性的菩萨，圆摄众难得之法而发于心。这一句是讲前面的啊，前面这是摄众心，摄心呢啊，他发的心了。说何等为实呢？所谓事处非处智，善恶业报智，诸根胜劣智，种种结差别智，种种界差别智，一切智处道智，助禅解脱三昧智，续命无碍智，天眼无碍智，三世漏普净智，是为实。那么这个十句就是前面讲的求一切智，你看发菩提心求一切智我们看看清凉大师的书啊，第二，证明圆净法性啊，前言求一切智，摄众智力就是一切智啊，这讲得很清楚了啊。这经文虽然不长，有标有真有列明有结束啊，这个此菩萨曰摄众难得之法而发于心，这是标；何者为实，这是真啊。下面所谓是处非处之一下这个十句呢，是列明末会就视为实，这个是结束，是意见初品，大同初地，为得十列故啊。那么这是这个十种，在大乘经教里面呢，常常会遇到。我们在前面也曾经讲过
啊，前面讲了4000多个小时了，我想不止讲过一次啊。那么现在讲到这个地方呢，过去纵然听过的可能都忘掉了，那我们今天就再复习一遍啊。初学的同学呢，能够在此地知道如来十种智慧啊，也叫舍利。说如来十种智力，一定要晓得如来是讲心啊。佛经里面常常称佛，佛是从形象上说的。如果说如来呢，如来是从自性上讲的啊。你看普贤菩萨十愿第一句离尽诸佛，第二句呢称赞如来，他用的就不一样了啊。那诸佛是从形象上看，形象上看一切都要恭敬，没有分别啊，一切恭敬的。那称赞呢，称赞就不是一切了啊，就是如来了。那就是他的思想言行与性德相应，就赞叹。如来是讲性，与性德不相应呢，不赞叹；恭敬不赞叹，差别在此地。啊，供养也是一样的，啊，恭敬供养不赞叹。啊，如果他是称信的，那要赞叹。这个是，这是佛经里面用的这些这个文字，我们一定要懂得它所含的意思啊。这个就是说如来，我们自信人人都有啊，这十种智每个人都有啊。那么现在呢？现在是佛有，化身菩萨有，我们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我们是迷失了自信啊，也就是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能力啊被障碍了啊，烦恼障碍了。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这十种智啊，通通恢复。啊，他并没有真的丢掉，只是有障碍而已。我们看下面的文啊，如来正德摄相之智了达一切，无能坏，无能胜，故名烈也啊。这是总说啊，如来正德自性里面本有的般若智慧，叫摄相之智。摄是真实啊，相是现象啊，所有一切诸法的真相全都明了啊，一切现象的体性现象，离世因果没有一样不清楚啊。这在宗教里面一般是赞美上帝的啊，称上帝为全知全能。佛经上是赞叹自信，我们每个人的自信啊，确实真的是全知全能啊，所以不要向外求啊，你只要把障碍放下了，它就显现了啊。现在难呢，
难就是我们的障碍放不下啊，所以他就不能现前。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出现品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个十种智啊，是智慧啊。他说：“一切众生通通有啊，啊，有如来的智慧呀、啊。”不但有智慧，还有德能，这万德万能呐、啊，还有相好，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不但是身相好啊，你居住的环境的也非常美，非常之好啊，找不到一点缺陷。诸佛的十宝庄严土通通都是心现十变，啊，这个道理要是懂得了，那人家问你为什么去学佛，我要恢复自信的智慧德相，为这个这个回答正确，一点迷信都没有啊！啊，哪一个不希望自己这一生能成就究竟圆满？啊，究竟圆满的第一德就是寿命。啊，自信里面那个寿命是真的无量寿，它不是假的。啊，慧能大师得到了，他坚信的时候说：“何其自信啊，本无生灭，没有生灭，那就是无量寿。”啊，有生有灭，时间再长，终归于灭。啊，真正不生不灭，在印度人称之为涅槃，所以印度所有的宗教都追求半涅槃。啊，有没有得到的？有得到，但不是真的。相似的，就像说，像阿罗汉、像辟支佛所证得的涅槃。啊，这个印度其他宗教修行好的人也能证得。啊，可是大乘化身菩萨的般涅槃，他们就不能证得了。不但不能证得，他们还不知道。啊，要不跟释迦牟尼佛一起学习的话，他们都不晓得有这桩事情。啊，以为小乘证得的般涅槃呢，就是究竟的果位了。这是很大的一个误会啊！我们现在就照着经文里面这个十句啊，一句一句的，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事出非出之理啊，为如来于一切因缘果报深实能知，如做善业呢，即指定得乐报，名指事处。
若作恶业，是得受乐报，无有是处啊！啊，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这叫啊，知非处。说如是种种啊，皆悉遍知，故名知是处非处之理。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的啊，道家说的最多，儒家也讲，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啊，业因果报啊，丝毫不爽啊！行善一定得恶报啊，造恶说造恶也能够得恶报啊，没这个道理。哎，那我们确实看到有一生行善的人，过着非常贫穷艰苦的生活，有人一生作恶，无恶不作啊，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拥有很大的财富，他在享福。那这个跟佛这一段讲的不是有冲突了吗？这个一定要晓得，佛家讲因果是讲三世因果，造恶他还享福，这什么原因？过去生中他修的善，修得多，修得大，这一生虽然造作恶业，当然已经抵消了一部分，他还有余福，啊，他的余福享尽了，这个恶报就现前了，是这么个道理啊！啊，这个人一生行善，还受苦。那是过去生中造作的恶业太多了啊！你今生一生行善，把你的恶业也抵消一部分，可是还有余恶啊！可见的前世造的恶业重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等到你的恶业报尽了，福报就现前。啊，所以佛家的是讲三世因果，啊，果报有时候在这一生就看到，这叫现报，啊，现世果报就现前。那么第二种叫生报，生报是来生，不是这一生，来生。啊，还有更远一点的，如果我们造的恶业很多很重，来生还轮不到。来生还要受苦，那这个福报等等的后世，第三生之后，只要你累劫的这个恶业消尽了，你这个福报就现前了。佛看得很清楚啊，一点都不会错啊！啊，这个因果的道理啊，我们要懂。啊，我自己的一生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很清楚啊！啊，过去生中造的恶业肯定很重，啊，我14岁就离开家。
初中念了一个学期就失学了。啊，要靠自己呀。谋生，照顾自己。那没成年呢，就现在讲的做童工啊。啊，家境啊这么困难。啊，所以一生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啊，而且呢还短命。啊，命里头没有财，没有地位。啊，相命先生算的这是乞丐的命啊。所以以后学佛了，看到释迦牟尼佛一生七十不乞丐吗？跟释迦牟尼佛学了。